Google 全球最高的办公室。我们说我们在云里头做云端计算。我们这里是几层？这是七十五，这是免费的餐厅。如果这样再去看的话，二到三年内就造云产业。那我们原来 PC 产业掉下去那个产业呢，可以从云端上来。可云端的战略意义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跟 AI 做结合。好，那有这个 server 之后，很多 AI 晶片它可以串在一起。你们今天不用上班吗？那今天终于来到101办公室了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、想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这次来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，所以感觉很不一样，就表示说 Google 真的在台湾的，不是只有机器在台湾，人在台湾，而且是台湾的年轻人这么多在台湾。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跟别人通讯的时候，我是用 Gmail 比较多，但是现在反正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不需要地图，因为我的水分。那至于 YouTube 啊，最糟的情况就是不小心看到自己。不过 YouTube 是常看，好久没被颁奖。拿到当选证书，我们要请你们三位拍个照。好好好 ，present time, Daniel, let's go, present. Thank you for being a great partner for you too. 那我觉得台湾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，那也希望除了在你们自己的本业可以发挥你们最大的能量，让台湾可以让全世界看到以外，对台湾的民主跟政治恐怕要多花点心血。那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台湾走向一个更成熟的社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要尽点责任，所以民主跟政治是你要每天去关心，而且做一个这个社会里面一个理智聪明的裁判者。一二三。